美丽观。今年一月定验的是环评无效，那九月定验的是这个建造也无效。那在这个情况下，台东县政府依然的回应哦，都还是说啊，我们要依法行政，我们要做各式各样的回应哦。那其实中央在沈世荣署长前阵子个人表示，他觉得应该拆哦。那他说接下来应该由建管单位来认定。可建管单位呢，其实在中央的主管机关其实就是内政部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要来要求哈，中央的主管机关应该来协助认定这个东西是违建。认定完违建之后，我们就应该把它拆掉。因为法院的判决是有拘束力的啦。法院的判决，如果判决他那个建造无效，那当然是自始无效，这个是基本的法律的一个常识嘛，那如果无效，那当然是属于违建的一部分，那我刚刚只是说明的是说，那这个部分上的一个执行，还是要由县市政府就法院的判决去做执行这样子。我们的问题是说，会不会就是内政部身为主管机关，在台东县政府，因为他已经对外都说了嘛，说得很清楚，说哎，这不是违建，这不是违建。那身为中央的主管机关，是不是应该要去函去督促他，说告诉他说这个是违建？我们会先去函，就他们的这个处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要件，申请建造的一些相关要件，要是说明清楚，好，那来是要去函叫他说明清楚，还是去函告诉他他是违建？这个部分上，因为法院的判决的部分，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了哈。那当然，我们会后会回去就法院的判决再详细。现场把法院的判决送给内政部，请给他。那这个部分上，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会带回去再做一个详细的重组。台东县政府已经不堪检验，而今天台湾社会要检验的是中央政府。那如果地方政府目前不执行的状况的话，中央主管机关有没有办法介入？没有，我们依照建筑法，我目前没有这个权，没有权限。对，要求台东县政府要立即拆除，而且可以不断的要求到他拆为止，这是他可以做的，营建署一定要做的。人民提起公民诉讼，告赢了两个官司，三审定谳。而我们的整个政府竟然袖手旁观、束手无策，我们还有政府吗？我们要邀请就内政部李鸿源部长在两个礼拜内要到台东的三元海滩来做这个勘查现勘，督促台东县政府认定这是个实质违建，所以我们要要求他立刻拆除美丽湾这个违建。那其实当初用不到一公顷的这个土地呢，去申请这个建造执照，因为这没有经过环评，所以是没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因为本来是应该要先环评才能申请开发，结果他规避环评，所以没有信赖保护。那第二次呢，就说被环保团体发现之后，他用另外将近这六公顷，就5.9956公顷的这个整个全区呢，去申请环评。那环评通过之后，又再次重新申请建造。那这一部分呢，在那个后来，因为我就说我们环保团体跟当地居民也在打了官司，这个环评审查结论被撤销之后呢，这一部分的建造，法院在这个判决书在他的67页理由栏也讲到说，那因为环评的审查结论被撤销之后，它是溯及既往的失其效力。那所以呢，按照环评法第14条的规定呢，当初所给的这个开发许可，就是把这个建造执照也是开发许可的其中一种呢，它都一样会归于无效。那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它的信赖利益也会不受到保护。那简单的说，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呢，我们把它拆了，不会有国赔的问题。政府机关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行政处分，法院当然都会简单的说啊，你这样行政处分违反了什么法律规定，所以依法予以撤销。他大概判决理由书大概仅都会这样子写。他这样子违法护航的情形呢，远远超过只是很简单纯的怠于执行职务。法院的判决书很少有这么严厉的指摘。这个案子，财团规避环评，投机违法，我们要请问，这样的财团应该要被保护吗？美丽湾度假村，它的土地使用编定是风景区里面的油气用地，许文龙副署长所提到的台湾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保护计划，就是这个案子的上位计划。而请各位看，在这个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保护计划里头，
花东沿海最下面的就是三原海岸，它在规划里头是一般保护区，所以许文龙副署长讲得很清楚，只要在这个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保护计划，不管是自然保护区或一般保护区，都应该要拆。海岸一般保护区是蓝色的，可是三原海岸是红色的，是什么？海岸自然保护区。三原海水浴场南北两端的海滨有珊瑚礁分布，特别是海水浴场北方礁石海岸潮间带长约数百公尺。如果它是自然保护区，那禁止任何改变现有生态特色及自然景观之行为，并加强区内自然资源之保护。它为什么可以盖？下一张。所以我们应该再问李部长，台湾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保护计划保护的对象是谁？是财团吗？是度假饭店吗？还是海岸？要讲清楚，中央主管机关要讲清楚。李部长必须要站出来，拆除美丽湾大违建，阻止占领海岸的野蛮游戏。未来对于这样的土地会越来越多的问题，前期三么叫迁葬的问题在台中，那明年还有别没带，明年还有那个核废料的问题，还有这些类似这样子的哦开发的问题，都几乎都在原住民传统领域，那这是不是该是在国土规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前项？你看看这个沙滩哪一个比较宽？南边比较宽，对不对？这边比较宽嘛，这边比较窄，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啊，它这个海浪的飘沙的方向是这样射过来，这海浪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呢，将来呢，侵蚀最厉害的一定在这上面，不会是底下。所以美丽湾将来的这个前景不保，其实它继续营运之后了，将来经过气候的变迁、海平面上升、公共安全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预料呢，将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杰拉华台风，还有上次的苏拉台风，都已经是海浪已经直逼到我们墙角以下，所以呢，将来如果这个台风，或者是将来这个暴潮更严谨、更严重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建筑结构呢，一定是会更为严重。尤其是一个海浪冲刷之后呢，它在这个墙角底下会产生掏刷的结果，所以它迟早会被掏空。所以呢，即便是营运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它也会被掏空，会造成公共安全的问题。黄建廷县长跟美丽湾开发公司是并列。在这个法院上，他们两个是一起上诉来这个控告我们的这个原住民跟我们的民间的朋友。那今天幸亏了有詹顺贵律师帮忙打公民诉讼，然后打赢了三审定谳，而且赢了两个官司，两个三审定谳。到现在我们还是听到我们中央政府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然后地方政府可以不顾虑回避，可以为所欲。